大家好啊，今天是4月19号星期四啊，咁啊市场咧仲未有一个明确嘅方向嘅，而港股方面咧亦都要留意一下咧，可唔可以跟到咧上证企稳3100点之后，恒生指数都可以重上翻100天线，即系约莫30615嘅位置啊。而板块方面可以留意翻油股同油服股啊，毕竟咧个油价咧已经升翻上嚟3年嘅高位啦。